你是不是有够欠打？你个俊豪，你还动动一个总经理，竟然对卢凡敢那起卡动，就安尼敢袂看？而且这是公司呢，不要紧，要拍就给伊拍，到时阵哦，我就去验收，然后甲记者讲，让全世界人拢知影，伊骗的总经理有暴力倾向。好难不跟你斗。 不要再讲，俊豪啊，俊豪啊，俊豪阿妈，你若是要找伊哦，你去总经理的办公室找就好啊，我先去上班啊。哎，不，可心，稍等你啦。阿美芳最近哦，伊在连公个小布丁拢无去甲看。美芳是张美芳，啊，伊毋是共党的新妇。俊豪阿妈哪会无代无志，甲李可心讲着伊啊？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小不丁是伊的查某囝，啊，不是我。啊，美芳的坚持是你，伊讲伊不是你的阿姨，是你的妈妈。不是，伊不是阮妈，我妈不是伊的查某囝。啊，反正我不管事实是安怎，啊，美芳，大概若看到你就足欢喜。可是呐，你若有闲了，只能过去看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知影。 我先去上班啦。有时阵哦，少的讲的话哦，我有87%。刚刚李可心真正是张美芳的查某囝。可心，哎，你来看嘛，哦，拄只才讲到你呢，咱母仔囝真正是心电感应哦。<笑>什么心电感应？ 是工作人员敲电话给我，甲我讲你有搁头摕别人物件。哦，无。就是这对无？啊，无，这只是我买给小布丁，挂水水。小布丁无介意。啊，无啦。怎啊嘛，歹势，敢不当麻烦你摕去幸福别人？好啦，我知影我会处理啊。啊，恁妈，啊，恁阿姨，你有替我小顾者。 到底是妈妈还是阿姨啊？我那听个不飒飒。小布丁，你叫一声妈妈，叫妈妈卖大汉以后，都无良心，拢叫人阿姨。妈，唔安尼啦，我嘛是有苦衷的啊。若无私底下，我哪会赶快拢叫你妈妈？ 我是妈妈，我唔是阿姨。是，你是我的妈妈，是怀胎十个月把我生落来的妈妈。<笑>我是妈妈，我是妈妈，<笑>你想不起，我是妈妈，我是妈妈。<笑>我是妈妈。妈，昨日我问你的代志啊，刚刚已经讲到我的性命，你才是回答我。 好啦好啦，你是要问啥啦？啊，你会感觉你规个人哦，敢那足紧张的啊？你是不是像直播有你人讲的啊？你知影讲到的查某孙是啥物事无？你这样啊吼，迄人黑白乱讲，你就黑白心哦。假使讲我若真正知影讲伊的查某孙伫倒，我早就转去甲海国讲啊。问题是，伊的查某孙就是李可心对不？